我叫 Joanna， 是一个在 Production Team 侍奉的姊妹。我在旧教会是做领唱的，所以转来 Saddleback 的时候就已经很想加入敬拜队侍奉，怎知 Audition 的结果是不被获选。不过 Alex 说我的恩赐是在 Production Team，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，但因为我一直都很欣赏 Worship Team 一班人齐心侍奉的气氛，所以最后我都决定加入。一开始我负责 Presenter 这个岗位，透过预备歌词、彩排，每一次神的说话就噼噼啪啪地打入我心里面。后来就学习和尝试做 Lighting 这个岗位，设计灯光就好像画画一样，需要内心的体会和创意，作品要感动自己才可以感动会众。当刻的我们台前幕后目标一致，将最好的敬拜献给神。当灯光的效果配合敬拜的歌声，见到弟兄姊妹融入敬拜当中，专心寻求神，这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我继续做好这个侍奉岗位的动力，亦让我确切地感受到敬拜队的合一。以前的我所有事情都是要很 well plan 的，变相放大了自己。在这几年我在 Production Team 不断学习，不断成长，从侍奉中得力，更令我完全放低所有，信服上帝。很多时候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，即使没有最强的装备，神都会透过身边的人同事令我们变得不一样。